主料：猪梅肉600克，奶薯2块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2汤匙，生抽3汤匙，白糖1汤匙，蜂蜜1汤匙，蚝油2汤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猪肉清洗干净，用牙签在肉表面插洞洞。奶乳、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白糖、蜂蜜、蚝油扫汁，把汁加入肉盆里，用保鲜袋袋入猪肉，入冰箱腌制24小时，取出余暖，烤箱200度余热5分钟，再把肉放入200度中层烤20分钟，取出扫一层蜂蜜，再放入180度中层烤30分钟，烤好取出。烹饪技巧、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